希望洪委员自己好好回去想想看你自己所讲的，说希望能够用好好协商的方式来处理。那如果好好协商，就不要站出席。你指控说您是在杀人，指控杀人的话是很重的犯罪行为，那有没有人告诉你的问题？那他们说你太过暴力，还要求蔡总统应该要针对你的行为来公开道歉。我刚刚已经说明了，同样的问题要回答很多次嘛。肢体冲突，我可以好言相劝说，请你离开他，他就会走了。他在那边霸占主席台，当然是要把他拉走嘛。那拉的过程中，拉到肢体的某些部分，这是很过去在立法院都一再发生。我们也很不愿意。我受这么高的教育，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吗？希望洪委员自己好好回去想想看你自己所讲的，说希望能够用好好协商的方式来处理。那如果好好协商，就不要站主席台，不要站主席台。一次的协商有时候没有让你国民党发言吗？都有发言啊。议长主持的协商我认为是很公正的，所以国民党选择了暴力杯葛，然后在拉扯的过程中又指控别人暴力，